了解手机真实价，不做商家代言者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文。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。想了解二手机行情，都关注我。今天市场行情，每一版手机 DM 报价128G 的5070，256G 的5750，512G 6450 ，ETB 的则是6850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华强北全新的十字 PM ETB 的市场已经跌至6000档位了。什么概念呢？目前国王全新十字 PM ETB 的官网在售13499，而我们再看市场二手的13PM 512G 都要6000多，这样一比。每一版十字 PM 赢马了，好吧？那这批每版十字 PM 128G 是今天刚到的，网友加入跑腿费直接5599出，还送180天质保以及丰厚的配价大礼包。你们收到后呢，只需要插卡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 ETB 的十字 PM， 它到底能不能用10年呢？评论区告诉我。